石燕一达日挑战第97日。今日我好自我术段，我又同 B B 玩。我今日好自我术段，我有自己执书包，我好自我术段。我照顾妈咪，好自我术段。我又教咗妈咪讲。今天我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因为我条腰真系好痛，同埋啲个胃有啲唔舒服，所以今天我又好好咁样休息啦，同埋俾自己去测试自己身体嘅需要。我早啲有日夜拎住个运动，我健身自我实现，令我哋知道自己仲可以做啲乜，同埋做咗啲乜嘅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埋留言啦。